相当，叫忠心无病，吃无病。妈，是的，是我不好，才让你这样烦恼。这位哥，绝对袂当和伊个廖水玲讲着话。小兵，你来伫遮？我是为着韦伯特别来看你的。你放心嘛，韦伯一定会平安无代志的。你莫伤过烦恼，俺若无韦伯知影，一定会足艰苦的。我只要一天，若无看到阮韦伯，我都袂安心。我都安尼，逐天，甲神明祈求，甲神明拜托。我实在是足无奈，我甚至怀疑讲。是不是心明？伊根本拢无听到我讲的话。啊，若无，先来我话不甲即马，拢无消无息。阿母，我跟你讲，你带来兄弟开船。成多亡的命运，这其中一定是我。我外婆绝对是清白的，伊根本都袂去伤害人。你是安怎来卖出面出来讲无清楚，予咱大家会当甲伊洗清冤枉？我嘛感觉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阿母，你放心啦。其实韦伯应该出面认亲的，不应该继续逃亡。今嘛，敢那希望伊家己会当想通啊。小兵，韦伯，伊若想去找你，你都爱会记的，你甲伊口去，叫伊出来投案，知无？我知影，啊，不过警察搁到这领案，我哪有机会联络？好，继续安尼逼问嘛是办法，看你妈为我这样烦恼，我是不是应该出面澄清才对？叶伟博，你上好就安尼继续闭落去，永远拢莫出现伫我面头前啊！方表示，根据证词，叶伟博设有重嫌，已对叶伟博发布通缉令，呼吁叶伟博早日出面。